恐惧就不会沉淀，让奇迹慢慢出现在明天。人生谁不是好少年，谁会没有渴望要把愿望实现。可是人世间每一个春天总是要经过冬天的考验。现在有陆军、空军、海军，你现在是三军大元帅了。爸，我以后不想再玩打仗了。为什么？我想去银行工作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次。你不想让我去银行工作吗？没。爸等这句话等了十几年了，爸求之不得啊！哎，乱七八糟的，搞得伙计们啊、同事们都没法工作了。我要把它放好。哥，这怎么乱啊？你别这么钻牛角尖行不行？这还不是乱七八糟的呀？你看，有蓝色，有黄色，有红色，有紫色啊，还有黑色呀，还有绿色呀，真的很乱。月亮，就这样吧，别管它了，行吗？不行不行，好，不行，要把它放好，要不太乱了。好，好，那大哥来帮你。那个小黄、小杨，过来，你们帮月亮弄一下，好吗？好，让那个红色和红色的在一起，黑色和黑色的在一起，对吧？对，知道了。对，麻烦你们了，都记住了啊，知道了吗？对了，不同颜色的呀，不能放在一起。
一个颜色的放在一起，然后按照那个年份呀、顺序排好，上下也要排好，好不好？好，都记住了，给我记住啊！来，月亮，过来，月亮。今天大哥来呢，是给你看账本的。嗯，你看这是公司上个月的账本，你能不能看懂？你先看吧。啊，星星。啊。江耀华把这份文件送到四川北路58号的荣贵行，请司徒老板签个名。爸，那个耀华出去了，我们晚些送行吗？等他回来，下午5点一定要送到，明天一早我送到律师楼了。爸，我去送吧，我想学学送信。哎呀，月亮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看看账本就行，你还送什么信呢？你就别去了。我是真的很想很想送信，我也想学一学，给我个机会吧。哎呀，我说月亮，你人生地不熟的，又很少出门。好了好了，你去送。阿姨，我想问一下，四川北路怎么走？哦，四川北路挺远的，从这儿走过去的话要半个小时的。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怎么走啊？哦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就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，然后走到路的尽头呢，你就往东走10分钟，那里有一个邮局，到了邮局以后，沿着路。你怎么骑车的？你会不会骑车？你别开路啊！你别开车！哎呦，左手第二遍，你没长眼睛啊？左手第二遍，你没长眼睛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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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司徒老板来电话了，说他们5点还没收到合同，可能他们要下班了。不认路吧，耽误点时间。月亮是堂堂的大少爷，你干嘛让他去送信呢？路上要出事了怎么办？不会的，妈。大哥，我看你们这些成功人士想事情跟我们这些普通人真是不一样，自己儿子都快病发了，别爹妈早就送去治了，但是你倒好啊，叫他去当邮差，这真的是莫名其妙呀。现在几点啊？你自己看，现在才几点啊？才6:30不到，又不是半夜3点，你紧张什么劲儿？没事，妈。月亮合同送不到，他会回来的。就算迷了路啊，叫了黄包车，他也能回来。没事，没事。啊。快走啊！你别挡路行不行啊？我们有急事去办。就是啊。这算什么意思吗？您？哎，你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！喂，小伙子，快走啊！你快点呀！哎，怎么不走啊？快一点啊！快走啊！快点过去，没关系的。快点往这边走。我们还有急事呢。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你快走啊！快走啊！你不走，我们怎么走啊？快点！快点啊！小伙子，快点过来呀！就是我们都等着呢。什么急事啊？快点！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快点走吧！咋个人了？快点，快！
这么多人还不会走路。大哥，麻烦你回头看看现在几点钟了，9:30了。月亮它再怎么样也该回家了吧？逸飞，你说会不会出事啊？这还用问吗？肯定是出事儿了。哎，新一太阳，快点出去找啊！二嫂，嗯，赶紧打电话给巡捕房报案呢。啊？哦，不用打啊。再等等。哎，你别怕，快走啊！你们都别骂他了，越骂他越害怕。小伙子，别害怕，站起来，慢慢走。你别看下面，看前面，看着我，啊！对呀，就是勇敢一点嘛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别往下看。千万别害怕呀，我来看我这里。别怕，别怕。陈老板，哎，唐兰，这么晚你来干什么？找月亮，她不在。是这样的，陈老板，前几天啊，月亮去找桂花香，拜托了她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她说，她要是哪天突然发病变成个疯子的话，她让我来告诉你们，她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。她已经录好了，就在她房间那台录音机里。哥，走，我们找找。当你们听到这卷录音带的时候，我已经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了。我想我已经不认得大家了，所以我录下这卷带子跟大家道别。妈，你还记不记得，在我小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不吃，只爱吃黄金炒饭，而且一定要是你做的。有一次，你病得很严重，还晕倒在大厅。我以为我会好几天都没有饭吃，谁知道那天晚上我经过厨房的时候，我看见你正在做黄金炒饭。我还记得你当时的样子，你戴着一顶红色的毛线帽，还有一条灰色的围巾。那个时候是秋天，你一定是病得很严重。我看见你炒完了一碗又炒一碗，你一定是担心自己会病得下不了床，月亮会没有饭吃。妈，我现在在学做黄金炒饭，我一定努力亲手做一碗好吃的黄金炒饭给你吃。奶奶，你记不记得，在我7岁的时候，我们全家去泳池边去学游泳，我吓得就抱着你的大腿哭，死活都不愿意下水。旁边有好多小孩都在笑话我是个胆小鬼，你就帮我骂他们，你骂得很凶。但我见到你的眼角是流着泪的，因为你内心知道你的孙子真的是一个没有用的人。奶奶，我现在在努力地学游泳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它学会的，总有一天我会学会的。微风，我终于找到那个白雪公主的音乐盒了，
跟当时我摔坏的那个很像。我猜你应不记得了吧？那年爸出差回来，送了你一个很漂亮的音乐盒，就是有一个小孩在上面跳舞的那个。你很爱听，拿着它到处给别人听，都是我没用。二哥给你摔坏了，我记得你伤心的哭的眼睛都肿了。微风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找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音乐盒送给你，它就放在我床头柜的抽屉里。我希望你不要再怪二哥了，好不好？二哥，我没有怪你。爸，你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魔鬼，总是逼着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。我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才组建起一支军队，结果全都被你打烂了，全军覆没了都。爸，我很生气。当时我明知道两天之后就是你的生日，你很希望我们一家人为你庆祝唱生日歌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偏偏就不肯出来，家里所有人都劝我，我也不来。后来是兰姐跟我说，你没有骂过我一句，也没有生我的气，而是难受的说不出话来。爸，我觉得我欠了你。我这个人从来都不喜欢亏欠别人。我现在正努力地学弹钢琴。如果今年你生日的时候我还没有病发的话，我就弹一首生日歌给你听，好不好？大哥，太阳，如果我病发了以后真的被送到了精神病院，你们一定不要不管我，千万不要啊！如果我不记得你们是谁了，你们一定要告诉我你们是谁，好不好？我们说定了。我很怕一个人。我说完了，奶奶，再见。爸，再见。妈，再见。太阳，星星，微风，细雨，再见了。月亮走了。月亮，月亮，月亮，不会的，月亮，月亮，不会的，你会好的。月亮，月亮，月亮，二哥，二哥，妈，月亮，月亮，你吓死妈了。爸，去哪了？对不起，我迷路了，文件没送过去。对不起，我很没用。我们下次再说。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回来就好。啊，二哥，谢谢你的音乐盒。我从来都没有生过你的气。啊！你刚才说什么？音乐盒？是不是有一个白雪公主在里面的那个？哎呀，你们刚才听的是我的录音带。哎呀哎呀，哎呀，这，哎，哎呀，怎么了？你，桂花香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犯了病以后才能拿出来听的，我现在还没犯病呢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兰姐让我说的。兰姐，别叫我，我不理你了。为什么？从小到大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跟每一个人都说再见了，可是你连提都没提我，我生气了。不是，桂花香，我们走吧。哎哎，
哎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兰姐，你来嘛，你来。我其实是录了两盘带子，一盘是给家里人，一盘是专门给你的。你要不要听一听啊？我不听，肯定很无聊。不无聊，不无聊，我专门给你录的。你要不要听一听啊？其实我想跟大家说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犯病了，我真的很舍不得大家。月亮，不会的，不会的啊。大姐您好，哎，请问您想卖点什么？先生，我这里啊有一块金表想卖掉，麻烦您看看值多少钱。放这儿吧。好。哟，还真是纯金的。嗯。嘿，我看看，应该值不少钱呢。这块表是你自己的吗？哦，不是我的，是我们家老板的，他很有钱，是他托我卖的。这表一直刻了一个飞字，一直磕了一个祥子，就是要我们兄弟俩齐心协力奋力的去飞。哎，你们还要不要啊？啊，要要要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想找个师傅鉴定一下估估价。麻烦问一下，你们老板是做什么生意的？我是不是认识他？应该不会吧，他是个老外，是个医生。哦，那他叫什么名字呢？他叫霍华德，在族界是很有名气的大医生呢。嗯，你是说给月亮看病那个霍华德啊？霍德医生，程老板，你好，你好。You wanna have a drink with me, aren't you? Sir, Mr. Cheng wants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with you. 陈老板，有何贵干吗？你有没有带你的儿子去英国医院？啊，那以后再说。今天来，我想跟你求证一件事情。这只表，我想请问你是从哪儿来的？这块表，不要对我说这是你自己买的。像这样的表，全租界也只有三块。然后这背面刻着这个祥字的，全世界只有这么一块，那就是我弟弟陈祥的。从哪来的？爸，大家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坏的。妈，妈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什么好消息？来来来来，快过来！有什么好消息啊？这边宣布，奶奶，小芳，去把我那瓶百年的白兰地拿过来。是，请拿酒。人都到齐了吗？秀巧呢？妈去找那个老中医了，说问问月亮的事。嗨，还找什么老中医呀？我回来就是跟你们宣布这个好消息的。妈，我跟你讲啊，刚才我到医院去，之前帮月亮看诊的那个霍华德医生说啊，他之前诊断错误，误诊。啊，误诊。其实月亮只是得了轻微的这孤独症。这小子，他绝对不会变成疯子的，大家不用担心。真的，这是真的。我不是疯子，不是，我不是疯子。月亮不会变傻了，我都说我不是疯子了，我不是疯子，不会疯了，不会。不会骗我吧？爸，骗你干什么？对呀，两份档案，中英文写得清清楚楚，上面还有霍华德医生和院长的亲笔签名和手印，看到了没有？太好了，二哥，你没事吧？
好了好了，二哥，没事了啊，没事。好。这十几年来，今天是最高兴的一天。来来，别哭别哭。来来来，哎，铁爸喝一杯。来，二哥出了白水，什么都不愿意喝，你还让他喝酒啊？妈呀，他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对，他这个病啊，他这个病会慢慢好起来的啊，会跟我们正常人一样，甚至呢，还比我们正常人厉害百倍、千倍。喝点酒算什么啊？对，来，没问题。我要试一试，是是，我病好了。来，来，来，二哥，来，干杯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么难喝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拖把。什么洋鬼子大夫？家这一个月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。奶奶，我觉着呀，这个洋鬼子，他正跟他太太闹矛盾呢，啊，这每天啊六神无主，心神不宁的，所以啊才误诊。哎呀妈，我跟你说，那洋鬼子啊又是给我们鞠躬，又给我们道歉，东家对不起，西家对不起，一直在说对不起。大哥，你这两份文件该不会是假的吧？你胡说什么你？给我拿过来。我说。你该不会是为了逗大家高兴，故意伪造两份假的文件吧？放心，给我放下来。哎，是的。我说你干什么？一天到晚的净瞎胡说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你大哥能去作假吗？现在月亮没事了就好了。你这个当叔叔的不为侄子高兴啊？是是是，我当然希望月亮他没事了。但是我真的认为你这么骗他，他不是个办法。哥，你要真的心疼孩子，赶紧送他到国外治疗吧。爸，好好。你不是不爱喝酒吗？咱们回房间喝茶。嗯，走走。面对现实吧。那天是一群医生在会诊，就算霍华德他一个人误诊，不可能全部医生都看错病了吧？你行了，你别理他。走，咱们回房间。走。太阳，我说你撒谎也撒得不靠谱。霍华德他根本没娶老婆，他哪来的离婚呢？还说人家心神不宁。二叔，别说了。大哥。我求求你了，别这么疼孩子，你这么做会害死他的。二叔，你别说了，行吗？没错，是有人想害他，但不是我，是你。我啊，那霍华德医生也不是什么误诊，而是收了人家20000块钱，故意撒谎要来害死我儿子，而收买他那个人就是你。不，不不不，大哥，我是。月亮的二叔，我为什么要收买霍华德医生来陷害我自己的亲侄子呢？再装嘛，再装嘛。我这表是爸留给你的，上面还有个箱子。对，看到了。那怎么会在霍华德医生手上？这表是我的，是我的。不是大哥，你怎么单凭一只表就证明是我收买了霍华德呢？再说了，这手表前几天掉了，我都不知道谁捡去了。这么贵重的一块表掉，你怎么都不说呢？怎么不到巡捕房去报案去呢？大哥，我是你的亲弟弟，你该不是舍不得这块表吧？掉手表不是什么大事儿，需要我登报昭告全天下所有人吗？还不承认是不是？我好，那我告诉你，霍华德医生有一个佣人叫何姐，他说他看见你去他家起码超过10次，去他家干什么？你说，我不认识什么何姐。不认识，我也不认识霍华德医生，我没有去过他家。那你怎么知道他没结婚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告诉我。猜的。猜的，猜真准啊！我真的是猜的。哼，总而言之呢，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也没做过这件事情。不是，我做这件事情有什么目的吗？我，你就是想让我们全家愁云惨雾，整天以泪洗面，没好日子过。你在想？哦，原来是你。一直在搞鬼，我一直以为自己疯了。我，这是一群疯子。妈，当初我为了哄您开心，特别跑去学戏，还唱给您听，您忘了吗？希云，小时候你爸1毛钱零用钱都不给你，我知道，二话不说马上就拿给你，你忘记了吗？我这么做还不都想让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吗？有件事情我一直没告诉你们。你们爷爷在死之前呢，他立了一份遗嘱，这遗嘱里面说的不分给他1分钱。
这小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，就去找你们奶奶，跟奶奶求情，求了一年，奶奶都没答应他。最后，他写了一封信，就是这封信，让你们奶奶看了，哭得死去活来，眼睛都快哭瞎了。什么信啊？爸，这信里说什么了？这封信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，这上款是“亲爱的陈老太太”，您看看，你们二叔啊，竟然称自己的亲妈为陈老太太。陈老太太，一年的忍辱，让我更加珍惜今生今世母子兄弟的缘分。但你的决定，让我看破放下自在，不再担心你未来的生活。你说够了没有？你们母子之间的是是非非，上天自会断定谁是谁非，谁会遭打天打雷劈。但你的决定，我不会怪你，因为只有愚昧的人才会用耳朵去了解事情。陈老太太，我希望你能够长命百岁，看到最后的因果报应，看到你的爱子陈逸飞真实的面目。福薄的人，陈逸翔，我没念错吧？二叔，你是不是人呢？你还是不是我亲二叔啊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二叔，你太过分了！我告诉你，你要不是我二叔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滚开！是。这封信的确是我写的，妈。最主要的是，我想让你清醒过来，不要再被人当成傻子一样蒙在鼓里了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是吧？我当初之所以称呼您陈老太太，原因就是因为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我的心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痛，我的眼泪一滴一滴掉在那信纸上面。哎呀，我那个心啊，他。妈别再打了，你把家弄得永无宁日。别再打了，妈，你们很诚恳的人呐，妈。但你用这么阴险的手段来害我亲孙子，你还能叫妈一人再忍吗？妈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个逆子！都是你别拦着我，别生气了。我那封信果然写的是完全正确，你永远都在用耳朵了解事情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保重我的身体，保住我这条命。看老天爷怎么还我一个公道！奶奶，奶奶，我是身体要紧，别生气。来，扶奶奶回房间吧。不用担心我，没事。我这个贪得无厌的儿子，把全家弄得永无安宁之日。他把我们这个家搞得鸡犬不宁。一飞，对不起，妈，别那么说，是妈的错，妈饺子无方。慈母多败儿啊！别生气，奶奶，别生气了。今天我痛痛快快的骂了他，我打了他，我心里舒服多了，我开心多了。月亮，奶奶，去弹钢琴，给爸爸听。我不傻了，我不傻了。对，给爸爸听，我们全家都高高兴兴的听，我们开开心心的全家听啊。我不为妈疯了。是不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就是你以前暗恋我的那种表情，傻傻的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去你的！到底谁暗恋谁呀？那当然是。太痛。咱俩谁暗恋谁都一样。你等等啊。月亮少爷来了。刘老板，兰姐，桂花香，怎么样？我让你做的上个月的账做好了吗？哦，做好了，做好了。喂喂喂喂，桂花痴啊，别看了，你心里想那个人他没来，我是故意逗你的。我心里没想谁啊。哟哟哟哟，还没想谁呢。我给你们俩泡杯咖啡啊。哟哟哟哦。你看你看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那么开心？没事没事。啊。月亮少爷，陈老板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来啊是要谢谢你们的。哦，如果不是你们帮忙，我一直以为月亮有这个歇斯底里症，所以说今天晚上想请你们到五福楼吃个饭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有空。好，好，好，桂花香，一块来啊。我。哎。
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我又没帮上什么忙。谁说你没帮上什么忙？游泳不是你教的吗？弹琴不是你教的吗？你还跟他们说了那个录音带的事儿，对不对？还有啊，啰嗦什么？请假来就对了。哎，请你来就对了。快来啊！可是我家里已经做好饭等我了。行了，你的那个饭就让你弟弟吃吧，就一起来吃饭吧。你快来啊！好吧。好了，今天除了感谢你们之外呢，我还想介绍一个人到你们营楼去磨练一下。这个人呢，聪明、勤劳、又踏实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不会偷你们营楼首饰，而且不用给工钱，倒贴。你猜这个人是谁？你不会想让月亮来我们营楼上班吧？哎呀，聪明人啊！踩着了。哎，老太太，嗯，我们家银楼啊，平常会有一些小姑娘啊来买首饰，说不定哪天月亮啊跟哪个小姑娘对上眼了，顺便连孙媳妇儿都找到了。嗯，要真的给月亮谈上媳妇儿，我得送你一个这么大的红包，这么大，怎么样？别说是红包了，你们欠我那个钱，我都可以不要，全当是媒婆费。真的假的？说一不二，说一不二啊，说一不二，大家可都听见了啊，老婆。你听见没有？程老板说我们欠他的钱不用还了。那好，从现在开始我什么活都不用干了，把银楼的工人全派出去给月亮找老婆。你赶紧把嘴合上吧啊！我不想结婚，我不想娶媳妇儿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如果说你看见一位漂亮的女孩子，你有没有那种心动的感觉呀？心动的感觉？对呀。就像桂花香一样漂亮的女孩子吗？月亮少爷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哪里漂亮了？嗯，你们觉得她不漂亮吗？我怎么觉得挺漂亮的呀？对呀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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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然漂亮。月亮说漂亮，那才是真漂亮。因为月亮只说实话。月亮。那你告诉我，你见到像桂花香这么漂亮的女孩，有什么感觉啊？你们先聊，我去上厕所。哎，你不听完就走啊？我不听了。哎，快说呀，奶奶想听听。对，你快说呀，大哥也想知道你的感觉。说呀，就说。我跟你说啊，月亮，如果你不说的话，我现在把满桌的菜全变成鸡。不要不要，别变成鸡，我怕鸡。那要不然你唱歌。对，快点唱歌，唱歌，唱歌，唱歌也不行，唱啊，唱歌不行，你说吗？我会唱歌，我快说快说，我，白了，多想，什么？白了，爸，他说，白兰。二哥，你是不是认识个女孩叫白兰啊？哎呦，你急死我了！白兰是谁呀？她好像在唱歌。白兰，白兰，朵朵香，青春处处藏，哪有那花香无人爱，哪有那青春日久长。没有。
放弃，依然存在心中的愧。